Zooming in is our next speaker from Malaysia. Desmond Kong is a graduate o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Malaysia. He has more than 23 years of experience in organizing, marketing, and corporate training, besides being an international speaker i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Desmond is always positive and set good examples. Together with his beautiful wife, Grace, they lead their team to create legends in the direct selling industry time and time again. They are among the first couple from Asia to qualify as GLT members and also among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qualify as Eagle Sapphire managers. Besides Forever, Desmond was also recognized by the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with the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 Award for 4 consecutive terms. Let's all welcome Sapphire Manager Desmond Kong.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Desmond， 来自马来西亚。 说今天非常荣幸被公司邀请成为 CBM Summit 的其中一个分享嘉宾，说很多人就问我们，就如何在去年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可以创造出这么棒的一个成就。那么我们去年呢，我们总共培育出4位的 GLT， 然后还有64队的分红经理，说我们。 也很高兴可以创造这么辉煌的一个成就。那么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9个价值，我们用的9个价值来培养一个 GLT 的思维。说首先第一个价值就是我们必须，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 GLT， 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信念，而且是很忠诚。 OK， 什么是信念跟忠诚呢？就是当你都要相信，当你还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你会做到。OK， 在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 ，OK， 你都会坚持去做，而且是忠诚，就做一个事情，就专注做一个事情，只做 forever， 我们也没有去做别的，就是专注一个事业，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很重要的，来培养一个GLT 的思维。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 discipline。那么 discipline 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这个，我们叫系统日，我们都有办一些会议，来给我们很多的伙伴回来充电。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在外面，通常消极会比较多，积极的人很少，所以变成他们都需要一个环境来充电。 那么我们也有每一天在去年我们开始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叫做早会，就是我们就召集了很多积极的伙伴，每天早上我们就召集，就大家都会分享他们的好消息，就给大家激发我们很多的伙伴进来，所以我们开始从40多个人。 到今天，我们每一天的早会都会接近整300-400人，有时还会超过500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discipline，就是每位伙伴都会朝着这个目标来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那个奋斗的精神，虽然有时候我们做，我们也没有说每一次你做都会做业绩会做很好，所以有时候也会流标。 当然，今天流标的话，那个不是很重要的，那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OK， 重点是当你流标，你设立一个目标，然后你没有达到那个目标。OK， 你是用什么心态来去接受这个事情？那么我每天都在讲，我们 CC 是可以输，不过我们的这个不服输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有在的。我们可以。 重新再来，再做，再设立新目标，再做 ，OK， 始终一点，我们一定会达到的。所以这3个价值观，我们都用在我们的这个种子计划里面，就当一个新人进来 ，OK， 他们都守住这3个价值观，就是开始，他们就开始很容易就可以唤醒自己心中的一个巨人 ，OK， 他们也开始会有这个信念，原来。 他们有这么多的潜能，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Okay? 那么进到第二个计划的时候，就是开始从种子开始要进来变蜕变的过程，我们就进入一个我们叫做神灵计划。那么神灵计划呢，我们要的价值观， okay? 就是更深一层的价值观了，我们开始就要开始又应用一个很简单而且很容易复制的系统， okay? 来给大家，我们讲跟进。 而且可以很容易的复制下去，所以当然我们每天都在讲哦 ，forever 不是哦，我们不需要当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而且影响每个人都去做，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功了哦，所以不要去复杂化哦，我的建议是，大家的，如果大家在做一个事情哦，越简单越好哦，因为。 Forever 要成功，不是看你一个人多厉害的，它是靠整个团队的。OK， 所以我们要选择又简单而且容易复制的 OK 系统 OK 来做。然后第五个价值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朝向我们的奖励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朝奖励去做哦，给那个 pin 哦，借机是自然来的哦，你也不需要说很刻意哦去做什么主管啊、副理啊、经理啊。 你只需要朝奖励，举例 5cc， OK， 5cc， 然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芦荟大使，就 25cc， 然后可以去到我们的轿车奖励 50cc。 所以如果你朝着这个奖励的计划去打的话 ，OK， 你根本就不用去追哦，阶级自然来的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当我们今天来做 Forever， 我们主要就是要来赚到看到收入。 我们绝对不是来哦，只是追求一个high pin，一个很高的阶级，不过没有收入的哦，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么第六个价值观哦，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哦去找新血，就找新人进来哦，因为很重要的，一个事业、一个团队哦、一个组织网哦，如果已经停顿了，就是没有新人进来。 就是都是一些已经加入很久的伙伴哦，这个组织也不会跑很远的，所以我每天我都很鼓励我的伙伴哦，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最佳新人奖哦，我们都鼓励，当然他们没有机会了，一些领袖已经没有机会哦去追逐这个奖，不过他们永远都可以再找新人哦，再培育新人哦，去追这个奖励，最佳新人奖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圣灵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三个价值观，到最后呢就是传承的。那么在传承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到了一个神牧的计划，就是你怎样可以在一个神里面可以变成一个神牧就是一个我们讲一个领导人，很棒的领导人。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另外的最后的三个价值观，就第七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如何去培养领袖？从新人学会怎样培养一个新人，到后面如何去培养一个领袖，我们就是因为朝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可以有64位的分红经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领袖级的FBO， FBO，可以达到分红经理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每一年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从你组织往下来会有多少个分红经理，多少个 eager manager，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七个价值观。那么第八个价值观呢是什么？就是我们永远要我们讲 aim higher， 就是要往前看，往高去打。就是每一年你也不需要跟别人去比，你只需要跟自己比。 总之，每一年你可以比以前的你更进步10%、20%、30%， OK， 那么你就成功了。那么我本身在这么多年20多年在 Forever， 我是秉烛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我每一年都设立目标，要比去年增加到10%、10%、10%。 那么在20多年下来，就慢慢累计，到今天，我们已经是达到一个 GLT 的一个 level，OK，、okay? 而且是全亚洲的第一个 GLT，OK，、okay?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价值就是第八个。那么最后一个价值呢，永远记住，就是记录不是拿来保存的
Okay, 我们永远都要有一个目标去刷破自己的记录，所以我们每一次，你看我每一年，我都有一个新目标，我的目标不是去跟谁比，就是要把自己的记录打破。 Okay, 如果今天我是立一个目标，如果我已经没有办法打这个目标的话，我也希望我的组织网有人可以去创造这个记录。那么这个是在后期，就是在传承那个部分，就是我现在我比较多的时间，我的专注力都会放在传承这一块，所以我很注重，我很注重我的伙伴，他们每一个月。 整个团队，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奖励，我们都非常的注重，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九个价值，从种子到森林到神木计划，我们都需要的这九个价值都是 GLT 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亚洲，我们不只是只有四个在马来西亚。 四个在日本，然后当然亚洲会有更多的 GLT 会诞生，好不好？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也祝各位在 Forever 事业超越巅峰，谢谢。